是，这是我们的南边的棚，这是南边的棚，就是主要是种的是野菜，所以比如说是有油菜有生菜，你不咬皮你就可以直接吃，所以这是你看是这样的啊。没有问题啊。上大学时候，就是我有好多的是那个中国的是留学生朋友，我们在一起住，我们是特别好朋友。为了他们，我对中国有好奇，我想多了解。在中国，你去什么的公园都有活动的，就是有人是跳舞、玩游戏，我特别喜欢，只是在那个。在那个感觉，我就是很亲密的，你知道吗？烟火气。对啊。小时候，看我亲戚，还有就是我父母在小院子里面的，就是我们种吃那个自己的菜，那我就有这那个感觉。就是有虫子，就是吃你的吃这那个野菜呢，怎么办呢？还有就是改兔子、碎纸，这是用什么过滤器？我是宅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平时我喜欢在家里，可以在家里就可以自己研究，有好多的东西啊。大部分的就是为了是北京的客户，然后就是包装完以后，就是员工呢，就是他们就给我拍照片了，就是在那个情况怎么样了。每个单子他们都是要是那个拍照片就看看，就是他们是装好完以后我们才能发货。我们就希望就是他们可以学习，就是有简单的是那个做饭的方式，对身体也好。尤其是那个孩子或是是老人的。这个行业肯定有前途，中国有好的未来，相信，有自信，能坚持，这是最重要的。